萨瓦迪卡呢，普尼切比荣斯米达，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 我是比荣，比荣是我，我又来啦。上一次我拍了一集自热火锅的影片，你们看了没？还没有看的，这里连接过去。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些特别的东西。我现在已经吃好晚饭了，吃好饭之后就要配一点甜品。哦，甜品，甜品，太好吃了！猜，我给你们五秒。OK， 你们应该猜不到。来，今天就是要猜，噔噔，这个粉红色的，得溜吗？流口水了没有？你们以为一个一个吧哈，还有嘞。哇！啊，哎，两个，两个够吗？我觉得不够，我们再加多一个。噔噔，就有这个三个 ice cream 啦。来，我们先讲这个。这个是 T Live 的，最近很出名的 T Live 的波巴，连这个 Cherry Blossom， Cherry Blossoms， 我不读啦，大概是这样 Cherry Blossom， Blossom， 啊，大概是这样。连这个黑色的，这个有饼干的这个啊 ，Black Hojicha， Black Hojicha， 啊，今天就有这个三个 ice cream。好，我们先来吃这个，我们先来开箱这个 Black Hojicha， Hojicha， Let's go， Let's go。 哦，开起来， OK， 开起来，等一下，哦，有一点融啊，哦哦，冰淇淋，叮叮叮叮叮叮叮，有一点融啊， OK， 没关系，我们来看长相是这样子的，你们看到吗？上面有这个巧克力，然后我们要吃吃咯。这个 ice cream 有那个黑芝麻的味道，然后上面有那个 chocolate chip， 就是 chocolate chip， 很好吃。给我吧，我个人喜欢有饼的，因为我喜欢吃好这些 ice cream 过后，连它下面有饼，连就咬起来碎碎的，很好吃，真的。它旁边有像 chocolate， 看到吗？你们看到吗？我们有没看到吗？它旁边有这个 chocolate 也是，好吃，好吃，真好吃。嗯，它的 ice cream 的那个叫什么？它的冰沙是很脆脆那种的，很好吃的。嗯嗯，看看可以突然可以，好吧，我们就先把这个放一边，我们接下去吃这个 Cherry Blossom， Cherry Blossom 来自 Magnum。 好，来开开看里面是长什么样子的。开到好，噔噔，哎，它外面有一层 cone 的，然后还有这个 Cherry 的粒，还有肉碎，看到你们看到吗？哦，有一点，很 brisk 哇，这个外面硬硬的哦，那么还得扣。来，我们吃下第一口 ，Let's go， 第一口。嗯啊，嗯，哇，还有那个扣很脆。你看，咔咔咔咔咔的声音，呜，好吃。它里面还有那个 cherry 的 sauce， 它的 sauce， 它的酱，很好吃。它那个扣有点甜，是 cherry 的甜哦，不是那种普通的甜，是 cherry 的甜。哇哇哇哇哇！
这个没有让我渴望个100分。还有一点点饼那边，等于这个本子外面的这一层是吗？还有脆脆的饼，我觉得是饼，还是饼干酱？有饼 ，and then 它的肉 ，cherry 的肉，好吃好吃。因为这个会偏酸一点，是酸酸一点的。好了，现在我们就来接下来吃这个 boba ice cream。这个很多网红都爱吃，最近我看那种 IG 哈，很多人喜欢拍来吃，我要看是不是真的很好吃。没有换那些人骗我，哎，真是的。来，我们开看一下，长相是这样子的。哎呦，它是完全纯粹就是牛奶，所以它会比较容易溶解。来，我们来吃啊。里面有珍珠的，你们看到吗？我问你们看到吗？就有那个珍珠粒，珍珠是它的珍珠粒是稍微有点硬啦一点，比较硬点。它的那个奶茶的味道也很重，不错不错。这网上没有骗人，没有骗人。给我这种很爱喝奶茶的人。还可以接受吧，还可以接受，不靠不靠。看看他们，如果你们买的话，你们可以要的话，就很快就快点吃完它。你看，它开始融化了，因为它是完全就是牛奶，没有是奶茶。没有很甜，还刚刚好的味道，不很甜，可以吃可以吃。那种很怕甜的那种人哈，你们可以吃一个，不错不错。好，现在我们已经吃好全部 ice cream 了，所以现在我们要做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这个。评分环节，你们一定很期待对吗？我会喜欢这个，连这个全部都是我个人喜欢啊，我先讲啊，所以我们来讲第一个，这个我们的 Cherry Blossom， 我们这个 Cherry Blossom 呢，它外面有一层的 coat， 你们有看到没有？放哈，它外面那个 Cherry Blossom 的那个外面的那一层，其实吃起来很脆，很好吃，然后还有那个 cherry， 但其实里面有加一点点饼干，给我感觉 OK 不错，很好吃。如果那个分数的话呢，如果十分的话，我会给里面大概八分，八分是不错的哦。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讲这个 boba tea like 的这个奶茶的 ice cream， 这个奶茶的 ice cream 呢，分数来讲的话，我会十分，我会给七分，比较偏矮一点点。OK， 能怎么会偏矮一点点 ？OK， 它的这个 ice cream 呢，对，有 boba 粒，它的 boba 粒给我感觉有点太硬，这个就是它的一点点的 loose 的 place， 所以它整个 ice cream 来讲是 OK 的，没有什么不好吃，也是很好吃的一个方面。来，我们到了最后这个，我个人最喜欢的十分里面，我给九分，因为给我就是很好吃。它就是这个 black horchata ice cream， 因为它里面有芝麻的味道，再加上它的 ice cream 的那个雪糕，它的那个上面那一层很好吃，很脆，就是给我感觉哦，很好吃的那种 feeling。再加上它的那个饼里面我吃进去还有 chocolate 的那个 sauce 在里面，很怎样讲啊？要就是。很好吃的那种 chocolate 加芝麻味，很 mix 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接下来会带给你们更多的这种 test food，
Food review 影片给你们看。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留言、分享、按赞。我们下一期见。